通过最近年第一美女，我们认识了鞠婧祎；通过偶像练习生，我们认识了周杰琼；又通过最近的创造101，我们又认识了吴宣仪。在此之前，从没有发现三个美少女之间有何关系，直到万能的网友把他们近期的照片放在一起，就发现，我天，这张脸也太厉害了吧！有多少人的脸盲症要犯了？巧的是，这三张照片中，三人都穿了蓝色衣服，眼妆、眉形和唇色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。即使是这样分开来看，也忍不住觉得很像吧。再细看，周杰琼和鞠婧祎更相像一点，吴宣仪和这两位可能也就撞了个妆。但是这后两位啊，你看这眼睛的形状、鼻子的精致程度，加上这嘴唇上翘的弧度，相似度几乎是99%。他们居然还系上了几乎一样的小丝带。